两千是是要打啥鬼、啊？自有定，北斗七星玄机星，终于轮到我了。这次关除了夜明龙之外，其他几乎都没有活力。不行，这跳不过去。自有定数，死不全种。我好不容易爬到冰塔三十，要给寒月材料，结果扫荡一次才三颗，好心酸。没办法，我也是只有三颗，也慢慢来。哇，真的像抓羊。自有定数，刚走此局，事不宜迟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到了，赴汤蹈火，十轮之力，上，猛打，自有定数，完全不痛，事不宜迟，终于轮到我了。那云龙先退回来，自有定数。北斗七星玄机星，北斗七星玄机星，天游万象，还是会受到忧郁。我知道一些啊，忍痛，死不全种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没了吧？狐狸攻击不够吗？没有暴击，没有暴击，我完全打不动了。没有暴击的情况下，是一点速度都没有。刚走此局，自有定数，事不宜迟，赴汤蹈火。事不宜迟，北斗七星玄机星，雷法。我。事不宜迟。只能把载动放在身上了，算有点浪费，可是也没办法。北斗七星玄机星，死不全种，终于轮到我了。赴汤蹈火，北斗七星玄机星，要耗掉他的房哥，死不全种，自有定数，事不宜迟，天游玄月，就是现在。刚刚暴击才打两千呢。天地之律，万象之变，玉石两斤暴起，所以才打两千。